啊，要么就周所编，要么就周右编，是这样。可是我觉得发现写曲还难讲，不错啊，真的不错，又爆来。好的，现在呢，我们这个机器呢，要做一个所谓的 happy ending 哈。那么不解释怕你们误会，解释了才能够融会贯通。各位观众，现在呢，我们刚刚所做的那个直播呢，所用的方式就是先接这一颗电池进到这里来，那再透过白线进到我们的手机 T50。当它播到1小时28分钟的时候，我们当时是81%的电力，那这个也没有充饱就对了。那么我们用了81%的电力呢，配合这个播了1小时28分钟，而后我们再透过手机自身带的电源下去进行直播，然后形成了一个1%1分半的播出方式，也就是说用了20%。播出了30分钟的效果。那现在补充的就是说，我们拿一个很便宜的小米电池，二安培的，那么供电过来，因为刚刚这里已经没电了，那么我们必须把它拆掉嘛，对不对？拆掉之后呢，我们换了2安培的电力，再重新打第二趴，跟大家报告哈。在直播的过程当中，不管你是电脑或者是 Switch 或者是手机导播，都不允许你热拔插，尤其是电力的部分，不要开玩笑。所以麻烦你们就是要用一颗这种天霸王哎，这种天霸王哎，用这一种保证万威斯超大的，哈、哦，你最少买个3、5万、10万的那种电力，你才有办法支撑真正的长时间。好，各位，我们50%开播，请记得看好50%。50%的电力在这里，播出的时间在这边，做下一趴的计算，各位就能够掌握到我们的那个叫做时间哈，可运作的时间。同样的呢，我们把它弄直一点点好了。不要像刚刚歪歪的，因为我尿尿歪一边，所以我喜欢歪一边的画面。好，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啊。上 logo、上字幕都 OK 的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让他播到下班，然后不准加班。
好了，感谢大家哦。今天这个测试呢，就告一个段落，大家可以下课休息了。目前的估计是，目前的估计是它大约哈可以做到。目前的估计是它大约可以做到。手机本身供电不插电150分钟2.5小时，如果插电用电表线用一般的行动电源，估计是2000分钟，一个百分点可以播20分钟，帮助大家记忆。 FD1000 Mark II 画质非常的不错，那么也希望大家前来体验，带着你的记忆卡过来录录看。那对焦的方式很简单哈，摸哪里对哪里，摸后面对后面，摸后面对后面，摸前面对前面，好，还有景深的哈，摸后面对后面，摸前面对前面，对焦很方便。对焦猴塞雷超准的哦，超准确的，不会乱跑。对，就对到萤幕，对到手机，它就对到手机；对到后面，它就对到后面。猴塞雷啊，希望大家前来体验，拜拜。对手机，Panasonic.